93军人节前夕，国际狮子会300局湾区在黄奇峰总监的带领下来到新竹空军499联队慰问，同时举行联欢晚会，感谢并慰劳辛苦的官兵。今天能够邀请我们的499联队的一个郑将军来为我们今天的93军人节一个展开个序幕哈。那我们觉得我们的今年所有的竞技活动都是透过我们的张主席还有崔官员哈一个协助，还有今天那么隆重的一个活动哈。当然大家在我们的空军基地哈也感受到说我们的联队哈对我们台湾的一个保护哈。那所以说我们就透过军民一家，那希望说以后我们多多的来为我们的保卫国家的军人哈来多做一份心意啊，祝福大家。在国际狮子会300局湾区的各个分会会员支持之下，由光华狮子会承办今年的进军慰问活动。499联队长郑荣峰特别感谢狮子会的烙军活动，有全民的支持，才有坚强的国防。我这边也在会场里面跟大家报告了，我们499联队还有我们国军弟兄，在93军人节的前夕能够获得各位的鼓励跟支持，非常感谢。那也保证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一定坚守岗位，保卫我们国家安全，保卫我们的领空安全绝对是夙夜匪现。连队长郑荣峰感谢师兄师嫂的支持，同时也致赠幻象2000模型，大家在93军人节前夕借由联欢晚会增进军民交流，同时也是对国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